养这么大的，回去再养，回去之后这江浙牛打篮就可以参加威龙，那养九个多月，牛都露地儿了。养一年多，这一年半的话，这牛犊他下的牛犊子都能卖一万多了。你像这么大的回去，咱说的，你配上种四五个月的话，都得卖2.45万-2.56万。你看这头圈长，就养这么大的正好啊，咱不用买太高。太价格太高了，你先买3万多块钱的，你一半会回不了本。